你知道世界第一陆军在野外都吃什么吗？全网手册法国24小时极限野外单兵作战口粮，非常稀有，非常奢华，不点赞说不定以后就看不到了。这份口粮3斤多，价值500人民币，包装是作战口粮常用材质，但这两面的文字是打印贴上去的，包装上写着这是极限户外24小时作战口粮，末尾标注骄傲的法国制造。既然这么骄傲，奥运会吉祥物怎么都是义乌造的呀？这是 T2 彩，是没有猪肉的，因为它膻。都说法国口粮是地球上最奢华的，这个言论好像是从我们的账号里面出去的。快来看看里面都有什么吧。鸡肉蒸米、三文鱼饭、金枪鱼酱、牛奶麦片、果酱、菜汤、糖果、饼干、咖啡、红茶、可可饮料、能量棒、可可棒、纸巾包、加热片、功能饮料、净水片。我敢在这保证，法国的净水片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的净水片。哈哈哈！我发现一个问题啊，法国口粮标配的鹅肝这次没有了。非常巧合的是，这次的巴黎奥运会餐食也不提供鹅肝，可能是来不及养了。而且本次奥运会官方菜谱60%都是素食，因为他们呼吁关注动物健康。油炸食品也没有，因为操作有安全隐患。韩国选手痛失韩国国菜呀！我头一回在居聊里面看到放火腿肠的，鸡肉饭里面居然有火腿肠。很奇怪的口感，感觉像是蔬菜肠。这个火腿肠怎么形容呢？就是平时街上能买到的鸡肉火腿肠，味道减弱至原本的1/10，然后往里面加入一些蔬菜和辣椒，就是这个味道啊。这很奇怪啊，很奇怪。来口饭，这个饭里面充斥着大豆和胡萝卜，真的太不正了，好吃是吧？这个三文鱼饭我还是相当期待的，毕竟是很鲜的。看看人家这三文鱼，跟我脸差不多大。我们啊，直接一整块三文鱼吃下去，味道很淡，但是鱼腥味同样很淡。吃的时候甚至感觉不到这是在吃鱼，鱼肉的纤维感很足，吃起来有一股非常浓重的番茄味。该说不说，老外真喜欢用番茄。但同样的，我个人觉得太淡了。接下来我们看看它这个三文鱼罐头有没有加盐。这个加了，这个加了，吃起来纤维非常细，但同时又能让你很明确的知道你是在吃鱼肉，微微带一点水产品的腥味，比较好吃。这好像是我目前吃到的所有的军粮里面金枪鱼罐头最好吃的一款了。好的，它一共里面有这么几种饮料，首先呢是一个可可咖啡，两个 T。首先我们来尝一下这个热可可，真的很难想象法国在没有空调的情况下是怎么喝这种热饮的。这个热可可喝起来就像是高乐高里面多了一点水果的味道，感觉不太好喝。再来尝尝它这个 coffee， 这咖啡啊，这就是一股中药汤子味。我们还是赶紧来品尝一下这个芒果味的功能饮料吧。啥玩意儿？这是有一点像加了一丢丢盐的芒果汁，哎，就你会觉得很奇怪。法国的这个饼干居然还有外包装，打开以后才是像其他的那些秋巴一样的这种塑料包装。精致的法国人，精致的高露鸡，三包浅色的，三包深色的，两包看上去有点像葱香的。先让我们从最浅色的尝一下，闻上去有一股非常浓重的牛奶饼干加一点塑料的味道，味甜微咸，口感很粉，吃起来没有塑料味，味道还不错的样子。加入他们的这个蓝莓果酱试一下，观众先吃，观众吃完我吃。这个蓝莓果酱吃起来酸酸甜甜的，带上这个饼干，口味还是很丰富的。这个黑饼干闻起来有一股非常浓重的巧克力味，而后没有塑料味，口感稍微有点皮，比刚刚那个白人饼干呢要稍微厚实一些，味道很甜，微微有那么点苦，能尝出来是巧克力味的。哎，我觉得还不错，这个黄色饼干芒才是葱香的。哎呦我的妈，太厚实了！这应该是用粗粮谷物制成的饼干，味道微甜，隐隐能吃出一些谷物的香气，但口感属实算不上好。接下来我们来一点健康饮食，麦片。这个麦片里面有大量的巧克力碎。哎呦，看人这麦片，哎，巧克力都这么大一颗啊！这个麦片啊，按理说应该是用牛奶冲的，但是我想了一下，他们在野外行军的时候，也不能随时随地就搞铜牛啊。那麦片吃起来非常有韧劲儿，味甜微苦，谷物的香气非常浓郁，不算难吃。那么我觉得这所有糖果里面应该属能量棒最难吃，所以我们先来吃能量棒，要不然吃到最后啊，对能量棒不公。不是，我就想问了，这个能量棒非得做成跟屎一样的吗？你这玩意儿真是影响食欲啊！我的妈呀，吃起来口感也像，有一些细小颗粒，至于能补充多少能量，我在这也没法测试。老板，我下播给你爆料出来了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就来尝尝他们这个巧克力。法国的巧克力应该还是蛮出名的吧？哎呦我的妈，够硬的呀！
哎呀哈，好像没给我牙硌下来。这个巧克力味道还是蛮香的，但是感觉里面可可的含量能占到75%以上，非常的浓郁啊。但是口感上面呢，就是有点面啊，不像德芙那么丝滑，它纵享不了。下一个这个糖果上面画了个 banana， 应该是香蕉风味的，看起来像个沙琪玛。我封你为大清第一沙琪玛。吃起来碎碎的，面面的，隐约有一股香蕉的味道。这玩意儿也能叫糖果？不懂，但尊重。来，我倒要看看法国的牛轧糖是一种什么样的质感啊？不是，法国的牛轧糖外面还包蛋卷啊，齁甜。里面融合的味道已经不能像水果了，它像是那种拿糖腌的果脯给夹进去的。最后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树莓的这个糖，粉粉嫩嫩的包装啊，感觉应该是很好吃的样子。哦，哎呦妈呀，山楂条，酸酸甜甜的，味道不错。行，妈，这还有个奶酪呢，打开看一下。哦，闻起来奶香浓郁的，慕斯的质地。妈，有点过咸了。说拿这补充盐分呢？神奇。